里香，百里香是这个，但没关系，再有有有，现在准备了，对。帮我看这里一下，帮我看这里。好，三二一，再张哦，三二一，好，谢谢。点了一个石龙教育，我帮你拿着，不会，不要，好，就照你的印象，西湖米，好，这手工仙草，我们特地请专家半夜起来做的，半夜啊，新鲜哦，新鲜哦，因为现在市场上已经没卖仙草，对啊，卖仙草了，对啊，特地请老师傅。
哇，每一样都来一点呢哦，满了满了。滿了我看珍珠副市长应该用两个杯子，就这样子要太多了。对啊，他都这样子，他都没有放，没有办法放水了。不要放太多，不要放太多，一点点，一点点。好，他加水，加水。养生茶，养生茶，养生茶，好不好？养生茶，养生茶，养生茶。还加茶吗？对，再加茶，再加茶。这都很酸哦。那个热茶先加，冰块才会融化。这边有养生茶，气味出哦。好，养茶是不是？对，茶茶面，这个是养生茶。这样子口味会搭。哇，加了那么多才，我再加两滴就满了。不知道，自己的量太多，自己调的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的料太多了。这个汤还有一点小哦，你要帮，哎，要出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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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吸不起来你那个里面的颜料。过来用。我这回家可以变成两碗，都是料。那先去吃吧。可以回去。转过来用一下，给大家试看嘛。打开一下给你们看啊。部长可以吸一下，吸一下，吸一下。吸不，哎呦，吸了起来啊！还蛮好喝的，好不好？可以再加一点，加一点，这个自己煮的养生茶，超好喝了。好喝哎，真的好喝。来，再加一点，再加一点。市长，董事长，什么味道？恋爱的味道。恋爱的味道，酸酸甜甜的。你要再加一点，不然等一下就没有，都剩下掉。再加。来来来，开始吧。很好喝啊，对对，很好喝。我们的食材全天然的哦。对，副市长可以跟这个两位拍一下，来来来，拍一下。那你们出来还是我进去？来，看得到吗？可以可以，社长可以可以，社长可以在中间，在里面，在里面，谢老师旁边啦。对哦，哎，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。好来啊，好，帮我比个赞哦。好，三二一，再上哦，三二一，回回正好。副市长可以再吸。几口，来看我这边一下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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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去加冰，双加冰，两个加冰。